炫斗之王，角色出招教学。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雷月。虽然与师兄同门，雷月的招式派系撼天却与雷皇所用坠玉大不相同。撼天擅长以气劲作为牵制，同时配备犀利快速的进攻、撼天诀及撼天一式、撼天二式等必杀技，加以大旋风和超钢弹灭杀的超必杀组合，能使雷月的突出的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。特殊技介绍：顶架中上段 blocking 特殊技，发动快可架中上段的直接打击和飞行道具攻击，招架成功后无硬直，可快速重复使用或连接其他普通攻击和必杀技，并且恢复能量。装架下段 blocking 特殊技，发动快可架中下段的直接打击和飞行道具攻击，招架成功后无硬直，可快速重复使用或连接其他普通攻击和必杀技，并且恢复能量。冲压掌，不可连击不能蹲防的特殊技。冲压掌取消状态，可取消普通攻击，依旧有破蹲防效果。必杀介绍：急转灭杀，大风车投技，无起招时间，符合条件的状态下瞬间性命中，可连在普通攻击之后使用。骤风灭杀，腾空投技，只能命中空中的对手，并且也包括受击状态下的。罗汉灭杀，延时防御攻击，横向范围小但垂直范围很高，新攻击起手较快，并且有一定的无敌时间。撼天诀，突袭攻击，带有少许霸体效果。撼天一式，持续突袭攻击，收招硬直较短，但之后不可追加。撼天二式，持续冲锋攻击，命中对手后可反弹追加，被防御和硬直很长。超杀介绍：大旋风近身投技超杀，伤害高不可防御。 Next 大旋风，高钢弹灭杀，横空旋转冲杀加砸地，轻重攻击的落地点不同，需要受击方向进行判断后防御，但由于下落状态下受击优势极小，因此可以被许多攻击打到。 Max 超钢弹灭杀，奥义无动如山，消耗两颗气点的当身技，伤害恐怖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观看一下相关的连技展示。中锋